贴贴贴，碰到那门一关，驾驶开到码头了下头。那走的辰光，售票员会得就是讲拍这个车子啊，座位啦，当心啊，当心啊，会得拍个。那人都车少的时候，加公交简直像噩梦一样。上车去拿票了啊，拿好票照例走啊。反正我不管，那车子都开我上班。那么大家不要走得太啊。就讲这个地方，回来讲起来，这几台红灯。欢迎收看《闲话上海滩》，有见巨龙说。 上海人每天出门上路啊，一直是桩硬硬蛮头个事体。想到自家开车子吧，啊，就是油门刹车刹车油门，自家好弄自家开得了匀速。那么想到乘地铁吧，就辣辣八面冲刺之后，嘟嘟嘟嘟，最后一声响一刹那，门辣辣自家背后头关上，喘口气喘口口旁边，哎呀，不晓得何里个倒霉个朋友，拿门夹牢了。最后想到还是乘公交车吧，往事啊，简直是不堪回首。 下不过去讲了，迭个镜头已经成为上海人讲公交的经典画面。侬看看迭个腔势，简直就是前上海每天早浪向侪辣辣春运一样。用上海话闲话上海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阿拉个闲话上海滩节目。今朝阿拉话题啦，可以讲正好辣辣㑚两家头个课文里。所以今朝阿拉聊一聊上海叫巨龙车。 上海是否是全国来讲是第一个拥有公共电车的城市啊？上海呢有已经上电车公司，开出了第一条呢叫有轨电车。哦，有轨电车。所以第一条有轨电车呢，当时应该可以讲前中国第一条这个公交应用的有轨电车。有轨电车哦。最早开出是辆单车头，因为这个上海人侬晓得有，迭个搿闹忙个本事呢，一开快是可以算得上，欢喜搿闹忙，欢喜搿闹忙。欢喜迭个搿潮流啊。那么1946年，迭个单车头勿来事了。哦，人装勿落来。那么后来呢，就像一辆火车站啊呢，后头拖一节。拖一节哦。有缆车头。哦哦哦。那当然，迭个缆车当中勿通的，前头搿前头，后头搿后头，有一根
这个这个抵触啊，哎，会得去司机来了。那个当当车，那搞油门当当车啊，当当车啊，这个当当哪能出来晓得吧？哪能出来的？脚底踏个。哦。你搿只那个喇叭个当当当当啦，啊，搿叫做当当当当。哦，打上去当当当，你是脚力大个。哦，那么驾驶员来蛮辛苦的。嗯嗯，我还是搿搭一个尾巴撑着过，阿拉永永是没撑着过。我只好听他讲讲。但是用影像可以看得到。搿么永永侬后头阿拉搿个阿拉就要讲巨龙车了。嗯，巨龙车侬撑过伐？搿应该是撑过啊。巨龙车就是公共汽车是也是两级头个啦。是，但是搿两级头当中是立得牢个，当中在我是小辰光一生讲像手风琴一样，伊搿个有伸缩性个，对啊，有伸缩性个，搿是但是通个。嗯，我也不晓得，因为我也长远没登了搿个终点站乘过公交车。嗯，老早我记得还印象蛮深的，有的这个排队啊，嗯，有的坐台了立台的。对个。现在好像也有个。是也有个是吧？有。印象中好像也有个。两一两啊。哦。还有坐台立台。哎，一个坐台啦，比方讲我坐台廿六只位置。嗯。伊这个关门的这个老伯伯，或者车队里的人啊，嗯，伊趟趟趟趟趟数廿六人。嗯。没了没了啊。全部好坐牢了。全部在坐满了。嗯。哦。但是这个六只香蕉椅位置。不算进去。香蕉椅，香蕉椅侬晓得吧？我晓得香蕉是当是当中的地方。对，当中侬坐过，侬应该晓得有香蕉椅的。是，应该是就是当中的高里个只转盘的地方。转盘地方呢？对面的两把位置歪的，哎，那两只面对面的，一只好坐三个人。对，一个男子呢，一只隐藏的一些香蕉，那是叫香蕉椅。香蕉椅，哎。那么又是三个人了，对吧？那么这个三只位置呢？四个人隔了下又好隔隔。那么侬这个老伯伯管车子，老伯伯管的，这个呢就是讲把了立台同志的福利。哦，啥人摆了前头，摆了前头侬冲上去，哎，侬搿么这个好坐香水，哎，好坐香水位置。那么这个香水位置呢，还有一个问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哦，是不是转弯辰光会？对，侬想，伊这个是。转盘高级式的啦，所以我对这转盘啊，当时转盘印象老深的，因为每趟伊转弯辰光会得转的，会得看，哎，为啥会得转个？外加我当时光记得转弯辰光售票员会得
就是讲拍搿只车子啊，转弯啦，当心啊，当心啊，会得拍个，会得刹车去个，哎，会得拍个，哎，会得搿能介。啊，后来呢，阿拉爷娘包括就是讲，除非一直讲，小人不要立辣搿当中位置，勿要辣搿个香蕉搿。对啊，有辰光啊，我上去啊，会得觉得老好白相，当中搿只香蕉椅子啊，或者搿只会得转个转弯，看有好白相，好白相个。但阿拉爷娘讲，勿要立辣搿搭，要落下去啊，让我到前头去，我到其他地方去。所以讲，我觉得当中还是蛮空个。有辰光会得当中老空，我来阿爷娘讲，为啥勿过去啊？讲当中介空啊？小人不要过去。这个地方呢，一般来讲，中门买后门买票员啊，因为他提醒，特别带小囡，来小朋友啊，得不要聊啊，对，老早想跑，上面想跑，你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危险。老早总觉得买票员好像老凶的，我拢想，后头想没办法，搿一车子搿点人啊，要买票，要让伊搿个安全，要哪能罚交罚来塞个。那么另外一点呢，老早这个高级车啦，伊这个这方向盘啦，没坐力装置。有个老怂哎！哦哟，所以跟开汽车这辆驾驶员，哪没看到过啊？特别到种调头啊，地方还小点地方调头，两驾驶员那些，立了该，这个要很多个了，掰不动，侬家坐那个呢，掰不过来了。开全龙车好像年纪大点就开不动了，就掰不动，掰不动，一定用种力气加入这个力道，腰里向力道了，相当大，可能来掰的了。老早看到女个驾驶员开全龙车啊，哦哟，是老服帖的。这个是要用足全身的力道的，一个调头拉起来相当重，真的有力道。老早的车子是一个发动机在边上行，这个天热，真的温度老高，热了不得了，衣裳浑身在湿的。还有一个呢，就讲天冷冷湿，因为老早的车子毕竟到处在漏风钻风。就讲这个地方，对来讲起来，这机子也晃动。一辆巨龙车进站，一下子就能带脱黑压压的一批人。乘务员。讲这个小小的车厢就像一个社会，伊拉每天呢，侪靠一张纸簿维持生计。上车去买票了啊，买好票朝里走啊，照顾后头乘客上车啊，对吧？在上海人侪晓得的，因为老早侪称呼大篷车，对吧？为啥车厢里的位置侪吃光？有些人，伊就会得把可能关门辰光，先老子接手的还，或者把先老子手伸的还，侬自己会懂吗？司机不会动了，那么这个司机啊，大家说你再走吧，让伊上来或者拖大缸的辰光。哦，这个买票员真的是老辛苦啊，加搿个车子，伊还要加过来，要一个个来买票啊。我就觉得伊帐篷人家又不买了，或者是人堆里一家了，伊才要一个过来，哎，侬买过伐？有种，搿么有种人也勿耐烦，买过来，刚问过来这个，哦，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就觉得买票。讲到这个买票的辛苦了，上海公交车买票员啦，不算辛苦。哦。顶顶辛苦的是北京公交车的买票员。哦，北京的买票员跟他比起来，不要辛苦，哪能？北京买票员啦，搿敬业之极。伊买到个站头啊，买票要下来。因为下来。下来是送送客人啊。伊下来门一开啊，伊先下来。哦。那么让客人下来，随后呢，站头让客人上去。那么要该推没有推啊，该弄没有弄啊。晓得吧？那么有时候要喜欢的推推推，把那那门一关，驾驶员开始买票了，我的。哦，搿不来是。这个呢，我到北京出差个嘛，碰着过好几次那样子。我总记得有趟，因为阿拉爸爸好像身体不大好，搿趟去了实在透不过气来了。哦哟，后头喊救命了，搿么再拿伊放下来。哦，真的搿辰光是搿车子真家好。那么有种朋友上下班辰光，伊没办法，一看我知道了。一两只手拿两只车杆拉了，那你来了哪里？叫吊车，吊车。一个吊车上第一，要有力把，要力把有。两只手拉到了上头呢，第二要有耐心，随便那姑娘哪能我不懂了。哎，你看看，哎，好武器，人家车子在门口关，你还不得了伤啊？伤要不让磨碎吗？你反正我不管，那车子不开我上班，大家不要走得开啊。那么哪能来呢？哪能来呢？谁问？马票又下来，后门马票下来，黄牌出来了，驾驶员下来了，驾驶员没办法了，驾驶员了，谁们上头两只手呢，对了一个背心啊，噌一推，下头直接跟那扇门啊，一打，那么就高里门嘛，高里门，上头一推，下头一哐哐打门关。我想跟到我下车的辰光，门一开，白下人不要全部下来啊，跟个样子啊，我冲出来的。哦，下车辰光的，白下门一开对吧？人这个跌出来的，是跌出来嘛？这老人、小人了啥的，这个白中门要当心，因为前门买票又开门看了海了，中门辰光看不着呢，没人看，所以要喊呀，开门了，开门了。我已经碰着过几趟了。哦，谁是讲车子开不上去啊？
那么哪能办呢？有种驾驶员会得讲侬只门槛。我车子发动，侬跟我奔两步，跟我奔两步。啊？伊车子发动。哦哦。伊看到年纪比较轻哦。哎。侬跟我奔两步啊，开开过去，砰当一只急刹车，轰隆人上去一冲啦，娘出来了，松动松动，那么人把他上去了。但总是都有，就经常的。真的啊，不是笑话。我亲身在碰着过。是吗？往一只骨头里装物事的，摆进去了。那么，中逃票现在哪能办？是呀，噶许多人，侬想200多人在车子高头哎，万一有种人，伊自家到辰光觉得哎想逃到，哪能跟哪能办呢？啊，老早呢，甚至后门买票呢比较辛苦。那要几个？要关两扇门，关两扇门。伊会得讲，后门上来几个，前门上来几个，伊会得讲好个啦。嗯，搿不有辰光来勿及个呀。啊，我搿搭后头看了后头九个，前头上就哪能看？哎，买票会得冒弄机。哦。来后门几个中门七个也好买票了啊！其实不是七个，只有一块到七个人啊，但是一毛也有了。这个大洋嘛差不多。侬逃票吧，要心要想侬哪能看得噶仔细？看了我七个人嘛，我不买不来是的。嗯嗯嗯，这个是买票要门槛，特别有种买票要，我真的是不贴了。嗯，伊这个眼光犀利到啥个程度啊？哎，前面一个，哎，年纪轻啊，穿夹克衫的乘客，侬买四方现在过站了。哎，侬妈是歌词都记得了，都记得。哎，有辰光，搿辰光是的。要来不及，回头再跟侬讲。搿辰光呢，大家呢，老实讲，生活条件呢也比较艰苦，对吧？搿辰光几分几分，这也是要商量用用。对。有辰光呢，像人多嘛，我现在就应该买七分，买买四分，应该买一个买买七分。哎，我准备买个，准备买个，准备买个。哎，侬月票看到过吗？我晓得个，但是也是没啥影响了。没啥影响了。月票呢？月票呢，就是搿张票，搿张物事每个号头上头会贴花了。有一张贴花，就是要调一只这个 logo 的，现在叫 logo， 要调一只花的，六月份啊、七月份啊、八月份啊，那么侬再去买，会有贴张花来。对，哎，搿么买好不就可以了嘛？搿有啥冒充的？不是我，不，侬买好，我借侬用用，上去搿没啥。哎，哪能好借？冒冒，借了就叫冒用啊？啊，是吧？就像现在冒用这个，冒用这个70岁的这个老年老年卡，我去乘公交，就是勿可乘搿个地铁站。那所以讲，伊高头有照片了。有照片。哦，还有照片。肯定是图像，但老早工作这个能图像。嗯，所以我也老服帖搿眼买票伊拉啊，一个眼睛浪向去追啦，查月票，那交关人勿交个，哦，交关人勿来，因为卡了嘛，月票，月票，啊，因为冒充的毕竟还是少数，少去，多数侪是有。哎，侬要搿个买票要，苗头搿搭出个，伊一边看哦，也过去。当然有种服务质量也有啦，对伐？因为搿么伊也勿做了，但有种买票真搿搭出，要侬月票交到这个，哎，来。这个穿衬衫的男同志，侬月票拿呢？啊，要叫侬拿一拿。嗯，啥道理呢？伊觉得侬不是月票。嗯，那么说冒充人，像那个台装台湾了。那是不是？那么伊可晓得？苗头不对，苗头不对。伊马上讲，喂，侬这个男同志哪能照片上像侬吹两根小辫子了？我今朝一早都出门拿了爱人张月票。侬不要讲，人家买票正好虎眼金睛，对。那么，所以我想，辰光要问侬了，搿个巨龙车出来之后，上海何里条线路先有了巨龙车啊？当时讲巨龙车呢，何里条先有呢？我到搿个倒是也没考证过，哦，没考证过。嗯嗯嗯。但是当时上海听了比较好的车型，嗯，辣没出巨龙车之前呢。比较好车一直是由49路车子来承担的。49路，哎，侬讲到啥不一样？哎，我侬讲到49路，我想着了，搿49路啦，搿部车子啦，搿只线路啦，好像从公交系统来讲啦，无论我这个小辰光从这个报纸啊、电台啊各方面啊，这个看到公交报道公交个物事，49路一直报道比较多。49路一直是比较这个受青睐的。对。阿拉听看的短片，49路个老师傅是哪能讲的，好吧？好，哎。因为上海每一种车辆出来，总共就来了49路。49路这条线，它医院特别多，就是三甲急诊医院、中山、中山龙湖、武关科、华山、华东神济医院，对吧？业务院、邮电，这个医院老多了，都是在我们这个沿线。2013年10月30号，
四十九路率先使用了30辆新式的三门公交车，外观好看，又缓解了车内的拥挤程度。新的车型来讲，通过一种服务理念来讲，一种就是讲增加了一种老年人的，就是搿种母婴专注、母婴座位、照顾人的母婴座位，还有就是讲改进了搿楼梯踏步，方便乘客上下客。乘客乘客嘛，也算是客人了。今朝乘了49路全龙车了，听着上海闲话报站名，享受的是乘务员的服务，才真正体验到了上海大都市先进公共交通为阿拉提供的人性化的便捷。下一站中山医院，无错轻诊台 ，Next Stop A 中山好诊，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请把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好，来看这个现在的49路啊，也是三扇门啊，也是全龙车。对，现在是不改了啊，不改了。过去是改了不得了啊。那么49路阿拉晓得的，基本上在啥地方呢？四马路啊，这个哎，我告诉你，从福州路啊，哎，到人民广场，淮海路啊，到怡园路搿能开下去。那是不是啊？阿老早讲上浙国。哎哎，阿拉搞这个，永永讲到，侬上浙国晓得啊？过我做过功课啊。应该是比较不大讲了。阿拉小辰光，小辰光老早讲了。侬别个永永伊，我问侬，别侬辣啥地方上班啊？我侬乘几路？不要讲啥地方上班，问伊乘几路啊？就晓得。哦，侬这个地方辣辣上浙国的，下浙国啊。阿拉爷呢，从小就是讲，一直带牢我去搿公交车的。当时光阿拉爷就跟我讲，哎呦，侬现在多少幸福啊？侬开车子啊，自家开啊，啥啥啥。我爸爸，侬不晓得，阿拉现在车还老难寻的，侬晓得吗？哎呀，那个痛苦。但伊讲侬不晓得小辰光，伊讲带我到车子高头去没位置啊，搿搭来不得了啊。哎，人家有娘啊，没办法。哎，没办法娘呀，人家想我想娘侬娘勿娘勿牢，啊，后来哪能办呢？后头来伊讲搿只售票员，还是讲个售票员，伊讲算了算了，一个小人家小，坐了我搿只买票子的台子高头。哦，只买票台台。哎，台子高头，啊，后来呢还拿了只地址，就填了个。我一开始觉着，哎呦，搿只地址是不是伊拉自家填了个叫啥阿登高头啊？椅子高头，伊讲勿是啊，伊专门备好的。哎，备好了，还填了盖。我讲，哎呦，我是勿晓得个，但是爷娘是跟我讲过搿桩事体的。对对。所以看着当时买票员啊，真是有份爱心。小囡有种抽开刀块嘛，擦屁股嘛，伊只面垫子一把，把小囡把手拿去。对，肯定。最老早的嘛，哎，老早就路。就现在我讲就比较高大上是吧？对。那么还有用用，侬晓得伐？哎，公交提车啊。翘鼻子，侬晓得吧？翘鼻子，我考考侬。我就是交通地带主任。我晓得有各种要有轨电车是吧？就高头留一两只鼻子，搿能介。有轨电车是一只鼻子。哎，一只鼻子。哎，无轨电车是两只鼻子。哦。哎，这个翘鼻子不是讲一个人希望的意思啊，是另外一种意思。侬看到过伐？我晓得个，就搿只鼻子落下来了是吧？哎，这鼻子是落下来也对个。就蛮形象，比作像小姑娘鼻子样子。嗯。那么有辰光开个车子当中呢，伊这个特别是过这个马路交叉路口啊，伊这个电线呢有只接头。哎，只接头。那么侬讲车速比较快辰光呢，啪嗒跳出来，就一根搭牢电线个鼻根。落来了。对对对对。弹出去。哦，弹出去了是。哎，弹出去嘛是没电的了，没电的嘛。开不了了。没电嘛，这车子要停下来了。嗯。不，一个是形象老像讲跟鼻子。跳出去了，嗯，还有个车子熄掉了，叫翘鼻子，啊，对吧？是这个意思，一断电了，这个车子就没法动了，互相熄掉了，所以既是鼻子翘掉，哦，鼻子翘掉了，车子熄掉了，哈哈哈哈哈。上海人哎，发明出来我觉着真是邪气生动啊，邪气生动，哎，翘鼻子，哎，有辰光还得搿个了，搿搭一段电线电没了，对，葛末搿根鼻子呢？要搭到借，要借，借到对过这个搿个电线浪向。啥人去借呢？还是？搿不是买票员啊？买票哦，侪是买票。买票或者驾驶员中个俩。所以不问讲买票辛苦啥呢？因为驾驶员要掌握方向盘。是。所以买票下来呢，你两根鼻子咔拉下来。两根鼻子拉下来。老重啊！我拉过。老重，邪气重。特别女同志像母子小弟哦，真的老吃力。拉下来。那么买票啊，这个驾驶员呢，因为伊头里一只电容。啊，这电池在用啊，不以为省一点电，那电池搿搭利用这眼电有个物事开过去，
那么一个鼻子啦，当当当当当，拉个鼻子跟牢伊跑，跟过搿段没底个地方，另外搿边是正搭上去，那么车子也好开。这个人家听下来，真的售票员真的老辛苦，老辛苦了。而且这个。阿拉老辛苦啊！阿拉乘客老早老辛苦，乘客老乘客也辛苦。我又讲是搿搭嘞，乘客一段人家一天蹲辣高头啊，老辛苦呀。搿头是真个搿个卡车子，我在想象当中了，我在想象有点后怕了。哎，我想想，所以现在有辰光哪可能勿觉着乘公交车对勿啦？哦哟，今朝坐了只位置，我到现在还是坐了只位置，好像蛮开心的，蛮开心，蛮有成就感。老早是公交车坐着位置回出去的，下班回出去的。要喊喊两声啊！要讲个是吧？今朝我总点了，我今朝上去哦，哎呦，前桥个人下去，我一只位置帮我坐着，哎呦，要兴奋一些了。或者帮阿拉现在停车，寻个车位啊，这样感觉。我今朝寻个车位啊，老难寻个是。夜里到这个闹市地方吃夜饭了是？到电视台路上寻个车位哦，不得了个事体啊！回去帮人家讲讲。是个是个。嗯。所以阿拉现在这个。公共交通事业大大发达了，大大个发展了，线路嘛多了，车型嘛好了，车子嘛多了，还有一些呢，现在特别地铁，现在多了以后，上海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第一位了，这个地铁的线路啊，地铁也多了，将近500公里，对公交的压力是大大叫减少了。但是地铁的压力大大增加，地铁是真正巨。原来公交车的这个压力。这些拥挤在到了地铁了，是哪去的？无奈。所以这个阿拉回忆了这个上海公交车的发展啊，现在是立体公交了啊，地铁加线路加些多，而且公交的线路啊，交交关关。对啊，所以我觉着公共交通对于一个特大型城市来讲，还是应该发展的。阿拉大家就讲，辣辣拥有私家车同时，我觉着啊，多使用公共交通啊，也利于环保。好，今朝阿拉个。巨龙车的这个推导到今天就结束了啊！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阿拉来看一看，搿两日天观众朋友们辣辣微信群里向又提出了些啥个问题呢？侬帮阿拉讲一讲翘鼻子搿只闲话是哪能来的？哦，这个翘鼻子啊，是表示这个死亡的带有贬义色彩的方言口语。老早辣中国人呢，侪留这个长鼻子，清朝辰光，那么搿个辰光这个西因为。执行的辰光呢，啊，刽子手们侪要拿这个鼻子高高的吊起来，随后呢，咔嚓一道下去。那么这个画面呢，基本上阿拉是没看到过。那唯一一种翘鼻子呢，阿拉小辰光一直看到的，就是这个电车的鼻子。上海是中国顶早有电车的城市，旧上海的电车上头呢，侪有电线，下头呢有铁轨，车子的动力呢，侪靠头上这根小鼻子。啊，我印象当中呢，我也一直听到，这种话人家喊的，哎呦，现在小鼻子落脱了，啊，就是这个车子的鼻子呢翘起来了，所以呢，上海人叫这个巨龙车啊，老早老大部车子，近20米长，侬一下子翘鼻子的，轰一记，好熄火了。那么这条巨龙呢，说推就推，所以阿拉交关老上海呢，拿翘鼻子呢，搭团气就摆了一道，而且像年纪轻人讲了，哦，的确我走脱了，走了远了。弄不好这个裤浪头还有半长了。好，广告很短，让阿拉看一看下一集讲的是啥个内容呢？搿是一包名牌啊！阿拉，你俩联系帮我打好，千万不要帮我离婚啊！交关牌子觉得我是正宗黄桥，实在不是黄桥呀，伊称是绿桥哎。绿桥，侬打着鞋带来做啥？好期待又期待，好未来了数得快，总弄好下家扛起来。阿拉欢喜讲那闲话，从那个小妹。